你干嘛？干什么啦？不是，你在看什么吗？啊，你看不出来我在偷开门？我看得出来，这样不 OK 吧？刚刚打电话给他说我们要来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他说他在泡澡，还要我晚点来，还当着我空哎哦，还晚点来。今天的观战重点就是直击女神泡澡，啊，但是奇怪，怎么都打不开啊？因为你刚刚……这吓死人！ 啊，你怎么自己开门？啊，你不是在泡澡？有啊，泡澡茶养生哦。你要不要喝一口？你干嘛是想拿拖鞋打我？妈塞！你塞这个梗？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越来越精哎、欸。是不是？啊，你骗我在泡澡，害我好几层这样。啊，结果你在泡红枣茶。对啊，喝一口是不是有个甜甜的爱？哇、哦，还比你还甜哎、欸。嗯，这样就不对了。玉涵。 上次我跟詹老师去拍过女票，对不对？他当时不是在这里哦，你是结交有钱人哦。没有，你怎么有办法换成豪宅啊？没有，这只是一个小小小资租屋处而已。人家外界都传说你跟档仔在一起。没有，我谁说档仔？档仔不就你吗？我们不要这样哦，我们为人哦清白一点，你不要为了钱哦，然后去牺牲自己的肉体。没有，他比较冰清玉洁。外面讲的很难听，说那个档仔已经65岁了。哇塞，65岁要去跟我就好了。不好意思，干嘛啦？ 好了，好了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OK。好，哇，哎，哇，玉涵，怎么啦？之前去拍你家里那个整屋子还没有一个客厅大嘞。对，你发达了，真为你感到开心。还没有到发达啦。哎哎哎，啊，你也不要那么自恋好不好？在家里面还自己看自己，我看电视有没有黏黏的？哦，没有黏黏的。没有吗？你怎么会黏黏的？好久以前嘞。哎，对呀，啊，那时候你比较胖。 为什么以前那时候那么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想我想到很难受。然后现在比较没那么想我了，外面都说你交男朋友是真还是假的？没有啦。跟镜头讲说你没有，因为很多网友很关心。我不。嗯，谣传呐。谣传。谣传。你这个屋子真的非常好，屋况也非常好，而且还有副车位。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有啊，哎，我就。 调查过了，你看，你看这边不是有一车？对啊，有正好可以停一台摩托车。哎，啊，你这个车啊，我特别好，我就是北青吗？啊，你怎么会在家里面搞停车格？没有，那是你用的。哎，我是有礼物要送给你。对。我跟你讲啊，什么什么，我好奇，你不要让我摔礼物哦。好，答应我，你看了不要哭哦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一定会很感动。三二一。 这是你跟谁的结婚照？事到如今，我要跟你坦白。什么事？在你离开我这段时间，我爱上别人。那你这个要送我吗？嗯，就是让你死的这条心。不行不行，玉涵，你不可以这么做，玉涵啊！心如刀割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老婆？啊！哇塞，被揉烂哎！ 哇，你的报复心好强哦！真的，你现在只要告诉我说你还爱着我，我就马上跟他离婚。玉林哥，嗯哼，我永远爱着你。心中只有你一个唯一，你就是我的唯一。马上完，喂，安西，我们离婚。这样就对了。这是一个什么幻想？神经病，玉涵，你一定会后悔说刚刚哦，死得太早。 对不对？这样不就好了吗？真的，太过异常了，轰轰烈烈，异常。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听说你当时找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有把我考虑进去，这房子非常大，我知道在我们分开那段时间内，一直期待我能够回来。有一半的名字是你的。对呀，我知道啊，每个月都在付贷款，我怎么会？不能说。哎，我们这个会播出，哎，这是假。哎哎哎，有在拍啊！不要再说这样，人家外面访传会以为是真的。
爱啊，本来就是真的。你在害怕什么？跟我在一起，你怕被人家笑是不是？不会，我会走心哦。我是真心的。哎呦！你最近是吃到木鱼龙的口水是不是？有没有？火力全开，干嘛？你看久而久练火。我一定会判你有罪。好了，我们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屋子。我跟你讲，屋子里面尽量不要搞这些植物。真的吗？不好吗？没人跟你讲哦，你宁可放花，房东没有花吗？求求会花。啊，你现在为什么你每一个都可以扯回这？上集好像有一集也是这样子。对，门口没有花，妈熊也会花。他有一个瑜伽垫。对，因为我平常喜欢在家里运动啊。两个人可以一起做吗？可以，穿着瑜伽。哎，怎么弄啊？你跟我第一次，啊，等下记得要包红包给我。啊，张那么开，我会害羞呢。不要害羞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有一只，接来，有一只苍蝇飞出来，不好意思。OK， 来，你说让它柔软度可以比较好一点，我可以先拉你。哦。有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，不行了，我硬了，对，不要乱讲哦。不是啊，我的那个啦，背了，腰啦，腰跟背硬了，然后我呢，那，哎呦，你干什么的？见不得我好，不是，我是在救你。对，不行，我怎么回来这里？你讲丢油啊？对啊，我玉涵，我刚是不是？世俗想亲你，对，哎呀，我怎么干这种事呢？这个问题我也想问，我也不明白。来，我们来参观。好了，参观房间。那第一个参观的是？当然是我们的新婚的房间，新房。OK， 哇，好，真的。怎么了啦？真的没有白疼你了，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喂！我们现在在拍什么节目？对不起。我如果活到这把年纪，还会被这种虚心假意骗，然后我就白。什么？我是虚心假意？我跟你讲啊，真心真意。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啊，在我没有进到这个房间之前呢，我极度怀疑。什么？你要怀疑什么？你都睡那边，这边一定睡别的男人。我闻看看有没有别的男人的味道。还好，感觉是轻的。但是呢，有可能你换过枕头了，这个床垫是骗不了人。好，让你检查。只要一打开，搞不好就被我看到男人。好，你检查。啊！怎么了？照片。不是。雨涵，你竟然没有背着我偷吃，你把别的照片放在这里。那这是谁？什么？没想到我不在的日子里面，你都把它放在这里。没错，太想你了，日日夜夜，所以就放着它，然后每天睡觉就是这样子。越来越坏，越来越。而且妙的是，本尊在现场，你不亲本尊。不行。然后你宁可亲照片。擦的要帮你擦脸，好吗？哦，很香哦，哎呦，香香的，对呀，我帮你闻，这是你。我今天是，我今天是干嘛？遇到今天是情花姐，对呀，快点清醒一点，对呀，不行，我要清醒过来，不用怕，全是幻觉。这个就是你的衣服了。对啊，这边。哦，这里是冬装。你还记得有一件大S你曾经穿过的吗？你忘了吗？哦，就是这一件啊。当时我记得那时候寒风刺骨。你是披着。对，然后我就披着。然后啊，然后你就现身了。冷成这样啊，你怎么穿那么少？哎，你穿的那么少，我冷死了。啊，你穿这样子不冷啊？秘密都会藏在抽屉里面啊，是吗？因为挂到外面的一般就是比较普通的啦。刚刚还说你很单纯，没有啦，这个就你还说你心中只有我，前出后戏，节瓜啊！你放在这里面干嘛？节瓜，不小心迷迷糊糊就把它放在这了啦。啊！你在羞辱人哦！你明明知道我没这么大，我说我的手啦，对呀，好说。啊！你都用。这一头还是用这一头，看心情，看说先用这边切还是这边切。吃的时候啦，对啦，因为有人喜欢吃这一头，有人喜欢吃这一头了。不要一直聊这些。
装潢一个房子就像是帮女朋友穿上她适合的衣服，用心搭配出最可爱的模样。然而遗憾的是，你没有女朋友。这可以生吃吗？可以啊，这洗洗可以生吃，切切就可以。我不相信你吃过干，我才不相信呢、欸。那什么东西不？哇塞，是真的可以生吃哦。有人，我认识一个艺人，他哦可以吞拳头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嘴没那么大啊、哦，不要吞拳头啊。那你吞节瓜，我看看。没有办法。这这么简单，你看啊。哇塞，你可以！Oh my god！人家都说什么御寒是靠挤的，我跟你讲啊，是不是用挤的，看他原本的 size 就知道。Nature 的，他天生 size 就是这么大，对不对？这一看应该就有 B 吧？没有 C，C C Lemon，C C Lemon， 大 C 小 D 还是小小还是大 D 小 C？ 小要不要看一下？来，你讲一下，就小 C 好不好？我以前不是讲一个名言吗？说热狗没有狗可以接受嘛。啊，婴儿有没有婴有，婴儿也可以接受。老婆饼没有老婆也可以接受。对啊，胸罩里面没有胸，嗯，那怎么可以？整个感觉不错，但是就是空气当中隐隐约约哈，一点小小的霉味，有可能是怎么样？你太节俭哈，就平常没有在开冷气除湿。我跟你讲，你这边需要一台好的洗衣机，真的吗？洗脱烘三合一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最好了。哎，衣服呢就干爽这样子。对啊，哎，我今天来哦，礼物层出不穷啊。真的吗？哎，我洗衣机也带来了。好，对呀、啊，来来来来，对呀、啊，在哪里？在这里呀、啊。什么？洗衣机啊。这是什么？而且这是洗衣机。刚刚趁你在尿尿的时候呢，我已经手工做的吗？帮你洗好一件了。哥，你洗的哪一件？对呀、啊。为什么有流水？我洗的好像有我跟你讲，洗的干净干爽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对不对啊？你看，用壶闻起来就是干净的味道啊。好，这是新的啦。啊，好了，这也没什么，这泳裤啦。对呀、啊。好喽，别闹喽！记得右下角追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支持威廉审判的送。哎、欸，这是你工作的地方？当然喽、哦。来来来，哎、欸，一楼一凤，啊、哦，一拜背吧。没有，没有乱讲。还是还是较早，今嘛唔啦。无较早嘛无，你快起来哦。弄一个，弄一个五千块，弄一个，弄一个五千块，弄一个，弄一个五千块，阿贵明明两万个。拍摄啊，我这三个声都装出来啊，拍摄。哎、欸，你来三来口听出侪吼。那四个牙呢？没有，刚好在整理啦。嗯、哦，你家奶茶真的很厉害。刚刚那个太粗，你没办法表演，这个你总是可以一口了吧？那你吞节瓜，我看看。没有办法。青菜你竟然要吃，真是好吃。你干什么？我饿，我肚子还有点饿。答应我们一件事情。好，什么事你先说。等一下呢，泳装秀，因为观众在期待这件事情。嗯，好吧。本集观战重点，御寒泳装秀，答应我们。上次云溪是穿了两套，不能输给他，对不对？我穿三套。你身为我徒弟，对不对？好你一定好多、哦，多赢他一套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期待。我们等那个房间参观完，还是你们不想看房间呢？我直接来就对了。把这间看完了，我们再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啊！怎样？哎、欸，你有发现我特别喜欢刮的吗？为什么一个吃一直四处在吃啦？哎、欸，吃蔬菜有益健康。对，我这个人哦，鼻子非常灵敏，女生有些怪怪东西，我就是一定感应得出来。而且越靠近她的时候呢，那个哔声会越来越大声。你看这边就哔哔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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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
次数在长条状物。不对，你喜欢吃香蕉不是吗？我常跟你工作，你都会背着香蕉。到底要摆多少东西在这里面？你一口我一口。做到做到好不好？哦，你说比基尼，观众期待的比基尼，好啦，三连发，三连发，三连发哦。所以点阅率要30万吗？30万起跳哦。什么30万？这期何止50、100？我预期要300万。300万，哇塞，300万，300万是我们的记录哎。一套100万，一套100万，3套就300万，好，300万。啊，但是时间不限哈，就给你30年了。2050年的时候，对，2050年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就是屏东信，你知道吗？2050年再打开，看有没有满300万。来，玉涵泳装三连霸。你为什么做人在变那么爽？嗯，对啊，开心啊。玉涵在换泳装啊。哦 ，OMG， 哎 ，OK 了。哇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太惊人了。哎呦，宇哥。看到我们两个颜色是不是很像？哇，都是粉嫩粉嫩色系。没想到在家里面穿泳装还可以穿出这么性感的感觉。而且还在吃这个。对呀、啊。在看动物走秀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我跟你讲哈、哦，真的看人穿，穿在他身上呢，就是有一种阳光灿烂；穿在别人身上啊，奇怪，看起来就啊，感觉是要印在那个槟榔盒上面。啊，我不是哈、哦。你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巴黎时装周。是不是真的？你好会讲话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好棒哦！我们迫不及待呢，要去看这个玉涵哦，差点讲成。你想要你又想讲谁？我要难过喽。我差点又讲成梦姐，梦姐，梦姐，我好想你哦，梦姐。玉涵泳装 round 2，哎呦哇，哎呦，是不是？请问你这套真的可以去游泳吗？这真的可以下水，这是都是泳衣好吗？这不穿好看。你有穿这套去游泳过吗？今天这个它算是还没有下水过，而且是你们开箱给你们第一次看。哦，你看是不是？为你们精心准备，秋冬最硬。最潮流的一套泳装。等一下，你刚刚在定制。最硬呐、啊，艾恩呐，哇塞！哎呦，很奇怪，他们随便站吼，啊，为什么我站不住这种趋势出来？而且你变小，电脑变扭。哎呦哎呦，汤哎，他、啊、第二套都已经这样，那第三套不是更 turbo？ 有人拍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来，我们期待玉涵的第三套 ，Ready Go！ 这怎么回事？稍等一下哦，来点音乐。哒啦哒啦哒啦！哇！是不是厉害了喽？太令人吃惊了吧，玉涵！是不是？我说我不会让你失望，不会让观众失望的。啊，这个也是属于可以去游泳池的吗？可以，这真的可以。啊，你也穿这件去过游泳池？去过，真的去过。嗯哼，嗯哼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。非常感动啊！真的，玉涵呢，带给我们大家满满的欢乐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你烦恼了那个礼物问题呢，我已经帮你想好了。刚刚你在换泳装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呢准备好了。你在我家收了什么东西？对，我刚刚就干了一样东西啊。什么东西？那个对你还好啦，当然还是要征求你的同意啦。好，总不能说来人家家里面给人家拿。你已经装进去了。你什么时候装进去了？刚刚你换泳装我就装进去了。这太迅速了吧？但是还是征求你的同意啦，好不好？来，好。这黑黑的是什么？这个，那件大衣。我嘞，你竟然拿我的外套上次那一件。因为当时我穿了以后，果真很御寒。御寒啊！对呀、啊。然后呢，现在冬至快到了。对呀、啊。我觉得下一位来宾呢，可能真的需要御寒。好了。那最后，因为我在赶时间啊，在离去之前哦，本来我们有一个安排是说，要参观你的浴室啊，现在因为时间也不早了。既然你衣服也穿好了，你就直接穿这样去泡澡啊。哦，也可以啊。我们后面要有上字幕的时间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泡沫啊，就做几个样子。啊，威廉整完就送，真的假的嘛？加给你的，当然真的啊，加码，对啦，对啊，啊，加码再加码 ，OK， 好，我先赶去加给你整，拜拜，送大衣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谢谢。
谢主编各位工作人员，记得下次节目再邀约我哦。今天我不是跟他来晒恩爱哦，点点滴滴。我们的确是在晒恩爱啊。哇，这集好危险，好危险、啊，这样太危险。这一集播出当天，我要取消我家的网路。对，别忘记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See you together forever. Love you.